倒大霉，到底是倒多大的霉啊？我们没有人这样敢问司长，两百多东西啊，老板问什么意思啊？我们要讲倒大霉，倒大霉，就他就是要骂你，他哪需要什么理由？对啊，敢问他说倒多大？对啊，这个当兵就会被骂，太讨厌了。你还问呢？板凳怎么样？好，然后班长说好，好，然后他就起来，然后有人自刎就起来了，然后班长说，我说好吗？三度，班长，第一次见面，因为我们刚放完之后，你不能手放下来。其实它里面很多小事情都很容易被骂，比如说你拿餐盘，他一定要叫你放筷子上面，然后一定。第一次的时候就是就会有叮叮叮叮叮叮叮，对，谁摸的？一定会了掉筷子，回不上一栋。然后大家就把它捡起来，然后再来，然后好坐下，然后叮叮叮叮叮叮。欢迎收看《沙漠寻奇》。很热吗？恩酷接触凉感，让你降温舒适。好，那我们开动喽！这是妈妈煮的，你们一定要好好吃完哦，不可以浪费。好。怕到不行吗？恩酷接触凉感，让你酷到不行。告白失败了啊！哎，哭什么哭？男子汉不要轻易认输啊！还要继续吗？哎，难不成你要放弃这个美女吗？美女，我会放弃的，我一定要写情书给你。好热血哦！哎，一封吗？不对，十封也不对，一百封，啊，一万封好了。太热了吧？恩酷接触凉感，让你沁凉解热。老婆，这照片里男的是谁？还有这蛋糕怎么回事？没事啦，我们来躺这个恩酷接触凉感，消消火气。滚开！等等，你听我解释啊！今天别想睡床上了。不是我是为了给你惊喜啊！啊，惊喜！生日快乐！恩酷接触凉感，让你舒适好眠。那我想问一下，你们不同军种的，你们的新训都是练些什么？刺枪课，这样蹲着嘛，这样一直拿着，是在 solo 吗？是这样，就那个吊带。哦，那跟我们一样。看啊，因为我现在听起来好像只有你的海军跟我们的不一样。完全不一样。我们主要是有要会游泳，一定有游泳，然后跳水也要。游泳池五公尺嘛，你要找到从那个在三层楼那边跳下来。那如果跳下来的话，水花太大会扣分吗？恢复上一道，恢复上一道，恢复上。新训我只碰过一次枪，就只打过一次。啊，是用手榴弹吧？没有手榴弹，就打靶子打那个。我们是手榴弹。还有，我们还是远远载到那个另外一个陆军的营区那边打靶，然后我还射到旁边的靶，被那班长骂。考一些就是什么战绩啊，你要什么防毒面具？啊，有，这个有嘛？毒气室，也跟我们很不一样哎，因为我们就是拿枪一直走路啊，然后要背那个单战嘛。敌路才知道。单战大家不知道干嘛的话，单战就是反正它有不同的那个情境。对，你这个情境可能是你遇到了有那种壕沟，对，你该怎么办？然后或者敌右对对对，然后是敌军可能会放这个东西，就是那种架材、鹿柴，然后你要这就是敌鹿柴嘛？对，阿姐知道了吗？高盼望，我知道是什么木头接下来。你遇到这个情况，你该怎么办？然后还有那个铁丝网，遇到这情况要怎么办？就是叫破坏敌鹿柴，但是他没告诉我们怎么破坏。所以有一次我就问说我们要怎么破坏，他说你就拿那个什么工兵铲就把它弄破。我想说怎么可能，那个木头这么粗，然后那个绳子绑那么紧，就拿那个小工兵铲这样子把它突破。然后我们演练人家问题兵，但讲的还蛮真实的。单战的最后一个还是有两个，好像就是一个星战喊话。对，星战喊话，你要对敌军喊话。啊，对，星战的观众朋友，你们已经被包围了。然后还有最后一个好像是送死的，就是这样，你要这样拿着，然后往前跑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就已经在那种战场上，你可能人生也要结束了。
其实我们那个口诀很不口诀，就很长一串，然后根本背不起来。因为我们如果要想要爽休那一节下课的话，就全部人都会排队在那个班长面前，然后一个一个人背给他。会记几个比较蠢的，对，就是印象右七底。左七底的意思就是说你壕沟嘛，啊，敌人不是壕沟下面，对，所以你要拿你的安全帽，哎，对，钢盔，然后去假装是你的。反复七底。现在只要28岁以上的年轻人有会背单杖，应该都是看浩哥影片的。浩哥真的是国防示范带，还有防毒面具。对啊，几秒要几秒要戴防毒面具，然后他过来，他看你那个有没有吸，没有吸就没过。那一旦大约没有戴好，他们听不懂。防毒面具一个口可以吸，然后他要测验你有没有戴紧，所以他把那个口吸。塞住，然后你只要吸气，那个防毒面具会收起来，就表示你有戴好。但防毒面具难的是，因为你手上有枪，你要防毒面具，你要先把枪怎么样用哇？对，你要先把头盔拿下来，防毒面具用起来，然后再戴完头盔，然后再拿。不要戴真的，对，鬼山都会偷开一点。对对对，好低调。很多人是直接把钢盔丢地上，然后都。对，打靶到底是怎样？打靶就是，你们高中没有打靶过吗？有啦，就是。趴在一个就是那个沙发上面，唯一的一次，旁边还有个士官长在那边叫，打住！你的，我是班长。你是班长，那你的身份是新兵的，新兵，新兵。你的手上这个是枪，那这边是沙包，沙包。OK， 谢谢。过色预备，对，过色预备。弟弟，对。记得又发装子弹，对，然后你要枪就要开始，然后装一弹夹在班上，枪，对，然后要咔。你真的要后边了。我必须跟大家讲，现在这个状况是非常严肃，然后又非常真的，不能嬉笑。然后什么开保险，开保险不好，找枪击就要送上去。对，然后这时候就会有人开枪，完蛋。我们那时候有，然后那个靶场指挥全部停止，指挥官就那时候他就拿麦克风，前线预备，砰，三。这个是大条哎，这个连长被干到飞起来，看到这飞哎，我们很多人一定都会发生，因为当下真的太紧张了。他一讲前线预备，就一定会有人射击，然后靶场指挥官就会俩拱，谁？那靶场看一下，停止射击。刚刚蔡哥说就是有长官，然后就应该说有什么靶场指挥官，还有一个更大的，对，指挥官照理来说应该是连长，然后还有一个更大，可能是什么营长。然后我有看过我们当时。打靶，我忘记发生什么事情了。是营长被更高的指挥方就是干，就你有看到一个，就是已经你平常看到他已经就是已经不敢动的那种人，然后再被一个更高的就是当场就是不留颜面的把他骂翻。我记得我们那时候高中去打靶，我们反而最关心。还可以吗？还可以吗？高中了，高中可以讲，高中可以讲。台北市打靶一定都是去，我记得阳明山那一带。反正我记得那时候下山的时候一定会经过道江，然后我们那时候最关心的不是打靶那六颗子弹，而是下山的时候可不可以看到道江的女生。哦。只想讲这个。打完靶会有那个爆靶的，就是会看六发是全满的，他会说你的编号，然后是几发几发。然后就会有听到那个隔壁的是七发的，他打到隔壁去，打到隔壁，他十二发，对，他十二发，旁边十二发太强，旁边去，绝对没有错吧？对，你们新训其实这一个月可以做很多事哎。每天都就很忙，每天都排得很满啊，时间很满。可是有没有赚？有没有放空？没有，我们从早上6点一直上课上完10点，而且还要练军歌，对对，还要唱歌，还一个小时打电话有一个小时给你，然后洗澡休息打电话，晚操之前吧。第一次打电话是什么样情境？你们记得吗？像我听过很多男生第一次打回家就爆哭，就想哭而已，想哭，就打电话给家人嘛，然后就觉得说，因为。在那个环境，你会可以感觉到另外一个时空，而且重点是，我觉得当兵很不爽的是，你已经经历了你知道很自由的国中、高中、大学，然后社团啊玩疯了，然后结果经历过这么爽的一些事情之后，结果一个暑假你就被抓去这个地方，对，然后你的心境上你还没有转变，你还没有意识过来，干我自己变当兵了，然后你要想说你未来一年，然后你都会在这个地方。然后你就觉得很委屈，很压抑。然后早上刚进来，头发被剃得很痛。对，就是你，反正你重点是你有很多很多的委屈，然后你的前途是一片迷惘。对对。你不知道你未来这一年会发生什么事情。我跟这群人搞到什么时候？对。所以你那时候打回家，觉得说啊，就怎么讲，就爸妈接起来那瞬间，就是看，
就是终于有一个可以沟通的人类了。可是家人都很无情，然后还好吧？有什么事吗？没什么事不用打过来。那只有你爸妈了。可是你们是每天都可以打吗？对啊对啊对啊，我中午也打，晚上打。他说你不要再打来了。我很忙，而且还是要上班。进去之前，乡公所还发那个电话卡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的回忆不一样的地方，因为我记得他跟投饮料一样，其实一开始是没有这个打电话的机会。可是要看你们班长。对，因为我第一次可以打电话是在医院，就是我已经说身体不舒服。又是你在回头吗？医院到底要多好聊？不晓得会放那个催泪水晶音乐，那个催泪音乐，让我们呼到一声哇！这不是水晶，这不是水晶。他前面会放类似水晶，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会放这一段。这只是前奏吧？对，然后你就躺在那边，然后就觉得哎，我在那边。那你们有那个吗？班长晚安，连上弟兄晚安。那你要一个个报名之后，谁谁谁晚安？不是，不是太冰了。我们会，我们有人这样，有人讲说那个什么一班班长晚安，还有人说晚安，然后突然会有人说二班班长什么什么班长晚安，然后他就讲晚安，赶快睡，不要再玩了。对，那个一定是两个礼拜以后的事。对，那不是刚开始感触的事情。所以你们一进去就是。完全，你就觉得跟外界是完全对，完全隔绝，而且能聊的东西完全不一样，因为那些人就是不是你原本朋友。有时候你不好意思问说，哎，等一下是几点几了？等一下是几点几了？他告诉你的时候，你瞬间哇，就那种小小的盲在里面就受不了了。我也是，我折蚊帐然后认识的。互相折，一开始就不会，对，文仲要配互相要拉，然后默契越来越好，然后就开始都会聊天什么。蚊帐是又大又硬，然后你要折的话，一个人很难折。回想起来，真的有这回事。对啊，这个才是要聊的嘛，你要开始聊医院，没有蚊帐。其实它很像那种大型夏令营，它就是用很多事件让你一直触发，让你旁跟旁边的变好朋友。所以你们有觉得认识到就是平常完全不会接触，完全有，完全，而且通常会有地缘关系。对对，很像国中，很像回到国中。那个时候肯青对不对？有女朋友来肯青对不对？哦，秋了，真的秋了，直接结婚。当下就是这个很压抑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你说哇，朋友来，而且那你有这样的经验吗？没有。有朋友来或有家长来，你可以提前走。对，我死命都抠人家。对不对？你记得对不对？动三六，你的家长已经来了啊哈！然后就跑出去，没有家长来，就要在那边一直等到。哎呦，你爸妈呢？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然后全部人都结束之后，那个人就说：“好，还没有人呢，跟我一起走。”然后就会跟连长或跟班长一起走，然后最后离开。好可怜。对对对。所以当他真的会觉得说，来恳亲那个真的是你一辈子要交往的对象。出来的时候是我大哥大嫂来带我，我去那边吃一个路边的生鱼片，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。恳亲就是好感度面。攻略那个人的话，你就先去那个人的恳亲。不大那时候出现了吗？还没。Okay. 他那个家人来，然后就因为他们来，顺便要载我回去。高中那时候就跟我妈冷战了，其实我跟她大概有两三年都没讲话。可是我当兵的时候，那恳亲那天，我妈带她家人来，哇，我当下有说有笑。欸、小伟是做多久的？我是一年半，其实是一年八个月，但我是一年半特别。哇，很推荐！现在如果有小朋友在看我们的，你一定要休军训。可是四个月还能再折抵吗？不知道哎，四个月还抵也太爽了吧！你有折军训，你真的不好意思跟别人讲，你知道吗？当下心里面有多爽。我那时候回去高中折抵军训，找那个成绩单还干嘛的？然后你在兵营嘛，其实那时候你看到那种。上位已经够大了，然后看到那种中校级，就是中校是梅花，你会觉得就是干，你真的是在面前不能动。然后结果我回去高中军训，然后看到军训是我们那个教官是中校，我想干，我们以前高中把他就呛了半死。对对对对对。当兵之后再回去看他说干，你这么大哦。就关。你们新训期间可以去打网咖。完全不行，不可能。新训就是反正一开始是连五天还七天在军中嘛，然后中间有一个恳亲加放假两三天，然后再回来就是一个连续20天的训期，然后结束完之后才是下部队或是二阶段训。新训是不是就没有什么18东巴问题？没有，新训全部的训练都是骗你。他说什么下部队会看你建设成绩，完全有啦。我跟你讲，我当兵时候超级珍惜那个水壶，就下部队班长叫我丢掉。讲一下小卡是什么好了，来小卡，因为我们那个新兵有一个识别证嘛，对，然后识别证它就是除了夹你的那个名牌之外呢，它后面也可以很多空格，那很多空格后面会塞成这样，所以饮水小卡就饮水要有一个表格，然后假如说几月几号，然后今天早上8点、9点、12点。
那你就要填说你喝了多少。那它有一个自制规定，你多喝你还是要写300，不能先填，你不能先填。好，哎，防酒驾小卡，它那个小卡上面就写一堆说什么哦，喝酒不好，抓到什么军法去处置多少多少多少，哎，长条纸这样，没错没错。然后你要这样折折折折折折那个可以放进去的。对，然后还有不要吸 K 小卡，就是这种不要吸毒小卡，防中毒小卡，防中毒小卡，对对。然后而且防中毒小卡还有彩色的，比较高级，所以你后面的你的识别证后面会越来越厚越来越厚。对，阿梅带会怎样？那我问你们，那时候还会看得到《换不回的爱》这个剧吗？会啊，他就是因为不听话，然后穿着制服，然后在那边骑摩托车，然后就被撞死，然后妈妈就在那边哭说啊，换不回的爱。这个女生不知道啦，就是我们会有一个时间，不知道是礼拜四下午，我们一定要看电视，华视举光远地，前面会有一段。就真的大家会睡着的地方，然后后面我有一段演戏，那大家比较有精神，而且还会看，一定会有高山峰。我们新训第一次看《举光原地》，然后他不是有那种虎杖笙歌时间，就放 MV， 那时候就放五月天的《洗衣机》，然后他讲妈妈，干，就大家都哭。印象很深刻。然后那时候那个《举光原地》完，然后我们破伟就说啊，好，那准备喽。然后破伟就说，哎。我告诉大家，我下礼拜要退伍了，也是一脸微笑。他们都会自己倒数吧？对，会啊，会一直倒数，倒数，倒数。对，脸书有一个 app， 还有一个网页，上面就可以输入你的几月几号当兵，然后现在几月几号，还帮你换算数，你还有百分之几。好，恭喜你已经破一半喽！对对对，剩下100天，像这种，破了，破了，破百超爽的，退伍倒数18天，没有发下一集啊。那你们的 Facebook 上面会更新成那个国军 Online 吗？哦，我不会，我没有，没有，那是签下去的，那签下去的啦。我们那时候在空军的那个宿舍，但我们的宿舍是真的很凉快那种，就是冷气会吹到感冒那种，然后就会在那个空间里面会说，哎 ，WiFi 开一下，就会有这种分享，但其实是不能带智慧型手机进去的。然后因为我是睡第一个，那时候突然间有长官来，然后我就塞在我的床铺底下，因为那时候好紧张，然后后面的人全部都已经塞在柜子什么好的地方，然后一进来一检查，翻开，哇，请假5天，哇。放假跟下午6点放假是完全两个事情哦。徐翔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18洞8。哎，没有没有，因为我外岛兵不一样啦，外岛兵就没有18洞8。我突然想到新训有一个很印象很深刻的事情，那时候我们好像快结训，长官有请我们大家吃披萨，披萨就是那种有那个外送小妹来，然后他你知道一走进营区，哇，全部男生在欢呼，我想说。大家都已经在20几天没有看到异性，对，而且那时候我们刚好也没有女生的，就士官长跟女生的，就是学姐都没有。谢谢你愿意来。对，那个外送小妹她好像也蛮享受的。啊。超漂亮，然后大家都一定要发到上面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这种。如果真的太多，如果真的超漂亮，它超危险。而且我刚刚才发现，我有留新训隔壁人的电话跟地址，我还不知道为什么。还是我们现在来抠啊？对，我们再打他给他。我很好奇这一本是什么样的情况下会有？它就是很像高中的周记联络簿，真有在贴照片呢。它就是联络簿，哇，要贴会被骂，而且你里面写说好想死哦，你就会被抓去关。对，不能乱写，关心你的心理状态。啊，有朋友就是那时候兵变被兵变嘛，他就写就被叫去辅导，这个有哦，我们那时候真的有人就是他最近感情状况不顺，破伟真的会联络他，因为真的很怕出问题，所以一定会马上把你叫过来啊，没关系啊，我们聊天，然后聊一整个下午都不用操练，对，因为好像真的会有那种就是前几届就是会在营区自杀，嗯，啊，不然就是逃兵，对对，都是跟感情最多了，哎，逃兵也很大条哎，还有大地震。就是那个对，大地震，所有的东西都翻出来，超，哦，这叫大地震哦。那个内务全部翻出来，然后可能搬到一楼这样，对，那种长烟的，对，然后班长收，你再到手机掉出来，超干的，是愿意全部进房间去敲每一个柜子。为什么不叫大家闭上眼睛问说，现在有偷钱的？什么？多小，没关系啊，不会骂。这是借人钱的事情。怎么不玩那个？
哎，我发现新训大家忘记聊到抽签呢。新训结束前，因为不是说所有下部队吗？下部队你要下到什么部队就要抽签。抽那个的时候是什么状况？我有点忘记。早上是小选，下午是大选。小选，对对，小选，小选，就是对了。所谓的小选就是你有一些专场、特殊专场，然后像他那之前因为像就业博览会，然后他们会来说，哎，我们要缺，你们会内勤的，就是那个厨房的、厨房内宿兵、驾驶兵、电脑。铁工、铁工，然后我是有没有一些特殊专场？我没什么专场，然后但是就是我莫名其妙就抽了一个驾驶兵，那个单位是八个选五个，然后中奖率蛮高的，我八选五哦，然后结果就是那三个，没抽到。我早上干，我那心情超差，然后那时候拿那个签，那个三张那张签，然后给班长，班长说：“陈昭，你太衰了吧，台北市，你没有参加小选跟。”就是反正所有人就要进到大选大抽嘛，反正就是他有一堆单位，然后就抽。你那时候要写个梁在手上。哎，我有写一个什么眼睛，画一个眼睛。对啊，就是你要抽签嘛，然后来，而且大专兵，这个是你们的偏方吗？对，就画一个眼睛，你要抽到好签这样。而且我们当好那个梯次很多外岛签，因为刚好外岛全部退了，要补外岛兵去，然后我们那时候外岛签好像是一半吧，然后就结果就中外岛，而且我还是中高登岛。就是北竿的外岛中的外岛，那时候放假心情超不好，我在抓小，早上原本可以去台北市，下午哇，你这个是天跟地的差别。真的，在小选跟大选之前，其实他会问你什么科系，你是念什么？因为我是学生物的，我就说我是什么什么系，然后我就被分到，因为他觉得那个班长就觉得哦，你懂生物。那你就跟医学有关，会救人，对，所以他就把我分在医技、医疗技术。同样跟我同时，就是也是我们系上的，他去当兵，他被分到通用 A， 没有专长，对，国家不需要你，那就是通用，对，我就是通用 A， 通用 A， 经济的经济系就是通用 A， 对对对，大家都通用 A， 我是经济，还有一个跟我的叫通用 B， 就是那个。国家不需要你的专长，但你的体能也没有很好，就是通用。老板通用兵耶，通用没有。我那个时候是所谓的那种，不好意思，就是所谓的国民兵，就是我们基本上还是有服役过一个月。那如果今天要打仗的时候呢，国民兵还是会需要上战场。但是问题是，我们的训练是最不精实的，就不用配枪给你。顶级炮灰，顶级。刚刚跟他聊完，发现说，哎，很多回忆都。都回来，只是你忘记，不爽，不想去。我们这边有个结尾哦，就是想问大家说，新训结束之后，哎，有没有很想念呢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没当过兵的人讲这些风话，会不会想要再体验一次？不会，真想到了。问这问题觉得很可怕。如果说有人说好啊，很想再体验一下，是不是等我们下一集的时候，直接他就在军营里面？他会不会直接打电话说，哎，这几个马上给我叫招？哎，叫招过局势那个。点招了，点招。哎，还美的，还美要注意哦。还有免死金牌，两岁以下。对对对对对。哦，天哪，好帅哦！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带到这边，辛苦大家了。所以呢，有准备这个饮料。每一个人的分享都非常的精彩，来，一人拿一个，一人拿一个。投饮料，投饮料，投饮料。谢谢大家，谢谢今天大家的分享。谢谢 A 浩哥跟阿杰来这边。对对对，那下一次呢，我们可能就会聊到下部队的话题啊，到时候呢再麻烦大家锁定观看。那如果说你的新训呢也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。然后有想要我们聊的话题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们知道。那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然后开启小铃铛，然后呢来宣传一下。耶耶，来订阅，好好好放。好了，阿杰，不用吧，不用了。记得订阅，上班不要看。那我们要来一个那个军歌大赛，军纪歌要怎么唱？国家有钢枪，有你。地球我还是简单多。